各位客官，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辛苦哈，会忝未？会哈。事实讲，恁啊较早做学生的时阵，包括我嘛相共，伫坐伫读册，感觉袂忝。但是咱离开社会有一段时间，要搁倒转来遮，安尼叫你坐咧，坐两工，感觉来讲足忝，但是恁呢，伫即个拜六礼拜，应该爱陪囡仔，爱去佚佗的，还是讲陪咱四大人去佚佗的，但是恁甘愿，牺牲即个佚佗时间。来遮受这个法律的这个监管恁的精神嘛足使人敬佩因为咱未来台湾真多伫进目前外口这人，还有足多毋知影，咱所读的拢是假历史甚至未来遮。大家讲原来较早读的拢总完全无相共，我甲恁读的拢总相共，相共的教材，所以讲这节课，我是有讲到这个近代的历史的这个课程，拄啊，恁若有注意听，恁会听到咱秘书长有讲到。我会阁全部对头到尾，把咱做一个解说，让大家会当阁较清楚咱家己的历史到底是啥物个历史，是按照讲教科书咧讲的历史，教科书应该是教材用的，所以讲拢是真实的，但是有的一部分咱来注入哪过？在外国留学，伊伫图书馆所看的册，所教伊读的是完全拢无同，所以讲，咱伫遮要有咱搁较侪人，才会咱本土台湾人搁较知影咱家己的历史，我的课题无啥变，无啥变，因为历史袂当变。真历史是绝对袂变，真理嘛袂变，就是咱个法律嘛袂变。你若历史会改者，即叫做假历史，就是咱过去所读个拢是假历史。但是我读到即个真正个历史了后，我才知影讲咱过去实在互抗骗者，拢总完全拢毋知影。咱若叫咱纳税金，咱就纳；咱若叫咱做兵，咱就做兵。咱家己毋知咱家己是啥物人，所以讲足可怜吼。今日我对咱近代这是战争史的一个回顾啦吼。这拢是标题吼，就是对1895年这4月17日这是下关条约，咱的教科书是拢写马关条约吼。这经过我会甲恁做一个解说吼。5月7日生效。本来1905年开始天皇头一届伫台湾遮建立咱个主权这是日本天皇但是到即个1915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按照万国公法、国际法来实施即个皇民化。啥物叫做皇民化？即我等下做一个解说过来就是1941年，这个12月7日，大概是什么人来发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过来就是1945年4月7日，这嘛是一个4月7日，这嘛是一个4月7日，是不是4月7日的日子较好？这咱这就是伊是1945年4月7日，咱拄啊必须跟你讲，天皇。在台湾这甲朋友实施
民治宪法哦。本来就是1945年的8月15日，哦，天龙收到两粒原子弹从美国投下，哦，在1945年8月7日投下头一粒的原子弹在广岛，哦，第二粒8月7日在长崎，哦，这两粒投了将近4个人。就差不多40万人，啊，天龙唔知影讲，啊，到底要投几粒，哦，所以讲，伊一定强迫伊无条件来投降，哦。过来，1951年，吼，哦，这是9月7日，旧金山和平条约，哦，伊所签约，但是即天签约的即天，并不是真正结束了，哦。咱拄啊伫遮，咱有看到，这是5月7日，这下关条约生效日，将是1952年4月28日生效，一到一天，这个条约生效了，过去就是战争停止，啊，这叫做终战，啊，叫做终战。来，咱来看这个马关条，这是原文，啊，是原文。咱来会当简单来看吼，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吼，陛下甲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这是天皇甲天皇所签，毋是政府甲政府，吼，天皇甲天皇所签约。所以讲，台湾甲澎湖是到底啥人有权利，通啊将这个权利来命乎日本天皇，会当挂。挂这个土地，就是因为这块台湾澎湖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啊，扩殖地啦，所以讲伊会当挂任何人。但是伊天皇伊得到这块土地了后，伊爱照万国公法、照国际法来，哦，来实施。所以讲。这个华山之计，吼，就是第一年，吼，当时是枪啊，枪是伊藤博文，吼，日本的代表，吼，是伊藤博文，中国的代表是李鸿章，吼，来签了，签完了，伫这个高雄，吼，伫高雄外港这个横滨湾内底，因咱第一年的这个。总督是华山之计，因为伊爱来管理天龙派，爱来管理。总督是由天龙任命，所以讲伊是伫第一任，包括这钓鱼台吼，拢总小港有30个小岛，你爱一一来点讲。包括咱民间吼，咱民间咱来伫买地，土地伫买地，哦，到底我买这块地？伊个地号伫对面，吼，哦，啊号码偌济，你爱照顾，到底是四角个，还是双面路，还是尖角，每间探着人个路，咱拢爱明白足清楚，这是民间做个呢，佮何况是伫国家，吼，哦，咱拢爱一一来点交，吼，哦。啊，这个下关，吼，哦，我拄仔讲个，咱看是马关条约，啊，日本呢？为什么讲这个下关？哦，这是一个地名，包括咱等下，哦，波茨坦公告，还是开罗宣言，迄种是一个地名。哦，开罗就是埃及的开罗，波茨坦就是伫德国一个小城市，迄种是一个地名，吼，哦，拢以这个地名命名。下关，哦，就是山口关的下关市，哦，就是这个北九州市的附近。爱这个离这个港口吼，这个港口，哦，啊，这个是日清讲和吼，谈判场，这是原来马关条迄阵开始的，哦，下关条就是伫遮，完全伫遮签，但是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这个原子弹嘛投下的影响，所以讲这个叫变作平地，吼，哦。啊，所以讲伊藤博文，佮伫原来这个所在，哦，佮起一间，
叫什么日清讲和哦纪念馆，原来拢伫这个所在遮哦，但是你甲看，伊这个是有伫下关，这惊、個、就是海哦，或者下关条约哦，哦啊，这是伫第一遍哦，第谈判的时阵哦，签约时阵哦，这个是伊藤博文啊、哦，这伫遮就是李鸿章。来，咱拄啊必须听有讲吼，敢若是我要讲的，伊拢甲我讲去啊。咱天皇任命是十八年，啊是安怎天皇直接任命？啊，这个十九年，吼、哦、安藤利吉，照讲嘛爱是啊，是安怎太唔是？来，我来做一个解说。十八年，咱迄阵是1945年4月1号。以前那是殖民地，是殖民地。哦，潘先生，我借问一下，我讲台语，您敢听无？有啦吼，我作惊讲话啦，讲还佫讲台语听无？我还佫含一个哦，北京语吼。伫这个十八年以前，就是伫1945年进前，咱还袂天皇还袂实施这个明治天迄、那个宪法。哦，伫台湾甲澎湖时阵，迄阵拢叫做殖民地。如果若是战争失败，还阁会像大清帝国安尼，还阁挂呢，还阁挂出去。所以讲，伫1945年4月7，咱拄仔嘛讲着吼，四月七，啊，四月七到底是啥物货？四月七吼，伊、哦、是一个会计年度啦，日本的会计年度，所有学校。哦，公家机关拢是四月初上班上课，哦，啊，伫1945年4月7以后，就由首相来任命，所以讲安藤利吉就是第十九任，伊就是首相任命的，哦，啊，这个十八任以前第一任到十八任，拢是天皇直接任命。来，伊每一个讲师在讲，迄一个课程纲要拢无同，吼、哦、啊，所以讲我是针对这个历史的这部分，就是讲咱原来，咱阿公阿嬷，啊甚至阿祖迄代，吼、哦，咱到底是什么种人，咱家己要认识个清楚，吼、哦，这是领有台湾主权，吼、哦，天皇陛下。哦，咱即咱来参考看嘛，哈、哦。明治天皇可能大家较陌生，哈、哦。啊，那是伫大政啊、交和，哦，甚至在座年岁较侪，也过伫交和出世，哈、哦。所以讲，咱若签着咱台湾即政府的身份证，内面就有写。哦，咱来伫去户政事务所，咱来甲伊讲，啊，我要签哦，某某人诶，日本时代哦，用毛笔写一份，伊就会写到遮哦，昭和天皇吼、哦、大政吼、哦、啊，因阮来讲就是明治嘛吼、哦，啊，阮爸爸就是昭和七年吼、哦，包括。这拢是年号、昭和啦、吼、大正、明治，这拢是伊个年号，正式伊个名，吼、哦，明治天皇个名叫做穆云，吼、哦，大正天皇叫做嘉云，昭和天皇叫做儒林，吼、哦，啊，咱金上个天皇，吼、哦，伊个年号叫做平成，吼、哦，伊叫做明仁，吼、哦，啊，明仁个短后生叫做德仁，啊，伊个孙叫做。幽人，幽人，吼、哦，因拢总是人字辈，吼、哦，人字辈，吼、哦，即我做简单的一个介绍。啊，所以讲，咱足简单，这是一个逻辑。日本人甲日本人生出来是啥物人？是日本人，无毋对。啊，所以讲，咱即当今，咱较早体。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哦，咱阁是摕着国民的身份证了，毋是公民哦。但是咱即摆签着迄张，咱是公民，吼、哦。
咱拄啊必须怎样讲？伫外国，佮亲身伫阮台南吼，迄、這个嘉义军的军事亲身到联合国，用这张入去会当入去，但是你用这个 ROC 的，你可以判死，他不承认。啊，有人讲啊，较早都有先，较早是较早，较早是伫伊咱阿袂控过。这个美国有关单位进行，他承认有效，但是你控制了后，做一个改变，因为你是流亡政府，是世界无甲你承认的一个国家嘛，啊，你要哪去？袂当去，好、哦。来，啊，这就是1937年四月七，好、哦，对1895年到1915年。哦，这个时间伊开始，哦，统治，哦，就是讲开始要接近这个皇民化，哦，啊，但是按照这个万国公法，哦，来实施，哦，皇民化的时期就是1937年到1945年，哦，这个四月七日，啊，啥物叫做皇民化？哦，像阮爸爸已经八十六岁，哦，啊，唔较早。为人较正确的所在，吼、哦，伊拢会几啊岁，吼、哦，就是讲，阮爸爸20年住，后下19年住，吼、哦，甚至18、21、21年住，会4、5岁，啊，做一班，迄叫做读红学啊，吼、哦，做伙读册，做伙，吼、哦，学遐日语，吼、哦，吼、哦，这拢相同，吼、哦，来，啊，方面话，吼、哦。简单啊，因为我日语嘛是足好吼，但是方言化的一种就是讲语言啊。日本要来遮，伊要统治，当然爱甲你教这个语言，爱互恁知影，啊无你要哪称呼吼？啊，我简单啊吼，若有讲唔对，你等下吼，小可矫正一下吼。这个咱所讲的，就是讲阿公阿妈，吼、哦，咱的称呼，吼、哦，就是乌卡酱阿爸乌豆酱，这只是咱叫阿公阿妈，吼、哦，这个称呼，吼、哦，啊那爸爸的，咱拢叫豆婶，吼、哦，豆婶，啊那妈妈，咱拢叫卡酱，吼、哦，啊那阿兄，咱拢叫。逆上，哈、哦，逆上。啊，那小弟嘞，咱拢叫乌豆豆，哈、哦，乌豆豆。啊，那姐姐，哈、哦，乌内酱，哈、哦。啊，那妹妹叫做姨母豆。啊，那阿伯、阿姆、姑丈、阿姑，哦，阿叔公、金伯、兄的辈分，咱拢。阿伯，即个咱就叫乌里桑，吼、哦，啊那查某的叫乌阿桑，吼、哦，咱也是市场啦，吼、哦，还是吼、哦、像讲越南人也较济，甚至咱叫啊乌阿桑你买一堆，吼、哦，前一天吼，1月5遐1月15，吼、哦，咱游行，啊为阿妈要转去，为了。话在找路，啊，我是唔知对一车，我嘛唔知影的，吼、哦，我讲，咦，这是一个习惯啊，吼、哦，我送，啊，你咧，你是对一招的，吼、哦，啊，伊迄是民众嘛，啊，所以讲，伊嘛足烦恼的，惊碰见的，吼、哦，啊，暗会目色看较无，吼、哦，啊，所以讲，伊嘛足烦恼，吼、哦，啊，好在即每一个，大家拢等于到伊的故乡。无去拍过去，吼、哦。华民话大概就是安尼，啊，搁有，咱伫路边有摆一个摊啊，吼、哦，啊，伫这个货车当中，啊，伊有在行这个韩字，啊，遐会写一个亚克摩，吼、哦，就是行韩字啦，吼、哦，这是日语，啊，甚至咱进咱的主路。拢有咧
骑机车，迄叫做啥？摩托车，这就是日语。哦，啊，若咱个做工、劳工，哦，咱只朋友，哦，做房务也好啦，哦，伊拢有用着啥？片子，片子，加这个罗赖吧。哦，做水电呢，哦，有用着这個，啊，这拢是啥？拢是日语。哦，这咱拢会去插着。哦，包括为了热天，爱啉一个饮料，哦，咱叫秘鲁，哦，迄拢是日语，哦。还佫有，咱真较毋知影，哦，像咱手机伫放出来的音乐，较早叫做来字哦，哦，收音机啊叫做来字哦，啊，话拢毋知，吼。来，啊，咱即摆过来看讲，这个东条英机吼，这是1941年12月7日，是伊来发动这个太平洋战争吼，大东亚战争吼，就是东条英机，是当时的首相吼首相。啊，为啥会发动这个战争？总是有原因啊，哦，人种的人种的问题嘛有。伫这个华盛顿军事条约嘛有问题，哦，这是三星的战争的原因之一，哦。咱说伫电影所看到偷袭珍珠港，哦，这是唔对的，因为国家甲国家要战争，是两个国家拢爱同意，哦。如果若无同意，叫做是偷袭，但是。为什么叫做奇袭？是因为东条英机日本人的头发较翘，哦，伊对日本啊要到太平洋这个珍珠港要有两天的时间，所以讲伊伫初五伊就开始开出去，开到迄目的地前10点钟，伊才宣布向美国宣战，哦，宣战。但是迄阵美国罗斯福的总统，迄阵是罗斯福。但是伊的应应因的这个条款未符合，安怎联络都未符合，哦，所以讲爱宣布战争，哦，啊去的时，伊这恁若伫 Google 吼，拍给恁就找，因为我是用教材吼，所以讲我来截取哦两三张的相片尔，啊因为伊这零式战斗机，足轻的，啊飞起吼，伊起先无来轰炸这个港口。去哩，伊当顺坐一下，啊，看伊个船只，吼，炮道机场个炮道一堆，伊只是甲轰炸只个，要甲伊轰炸伊个船坞，甲伊个迄个藏油个迄个存量，吼，伊藏油个所在油库有半年个存量，吼，所以讲遐若甲伊炸掉，船无油通食，吼，就开袂行，吼，伫这方面只。因为吼缺失啦，这是事后检讨啦吼，哦啊，所以讲是奇袭吼，珍珠港吼，哦啊，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吼，叫做罗斯福。罗斯福有分大罗斯福甲小罗斯福，啊，这个是小罗斯福吼，因堂兄弟，甲大罗斯福是堂兄弟，是1902年啊，他们做总统。哦，但相隔有31年，哈、哦，啊，为什么？泰国的总统我唔爱去甲做一个，哈、哦，诶，这个宣传。为什么他们用这个罗斯福？因为伊是全球内底做过四任的总统，唯一名做过四任名，其他拢都是两任，啊，一任几年？4年，所以讲伊做16年，吼、哦，做16年，啊，但是伊身体无介好，吼、哦，敢若有咱讲的吼、哦，是小可有迄个小儿麻痹、小儿麻痹，吼、哦，所以讲伊拢坐椅啊，坐轮椅，吼、哦，啊，这是历代的总统住的所在，应该大家拢知道，这叫做啥物事？北疆，这就是北疆，这个是后壁的所在，吼、哦。
啊，可能罗斯福伊迄阵来伫运动的时阵，吼、哦，就是伫这个所在，伫后边啊，滑倒了，倒了啊，就拢无搁起来，就是类似像颤动脑筋，吼、哦，人讲中风迄类的，吼、哦，迄个病症，吼、哦，啊，所以讲他享年，吼、哦，吼63岁尔，吼、哦，讲起来嘛足少的。63嘛，足少，但是迄阵嘛，伊是拢进进的年代，啊，所以讲压力嘛足大，精神嘛足大，吼、哦。台湾民众的国旗嘛有伫白宫出现，吼、哦。啊，这个是伫拄啊这张，是因为我用手机来翕的，哦，你袂当。袂当讲人白字是袂使，吼、哦，即个敢作成我吼，吼、哦、有成啦吼，因为伫今年3月12日，吼、哦，我咱台湾政府有32位，吼、哦，去美国，就是咧开国家记者会，啊，伊记者会了后，咱就对遮经过白宫，吼、哦，来佚佗，吼、哦，看人。的一个建设，咱中心因为有搭着墙啊，伊人较矮，啊，所以讲翕袂到搭起个墙啊。警察所有四部连长拢是便衣，甲遐一挂在即个警察，伊就甲你警告，你袂当搭过墙啊。以你即个动作，有可能会跳过墙啊，入去内底，但是人入去。因为拢是武装警察，你便是进去就甲你开枪，哦，因为伊伫外口已经有甲你警示、甲你警告，你袂敢入去，哦，所以讲，伊这个白宫外口足宽宽，但是伊一四个人当当中有警察，哦，拢伫遐驻点，伫遐咧顾，哦，啊，这个是咱。历任对罗斯福来了，历任的美国总统。啊，因为为吼，伫、哦、当时我咧讲课的当中，伊咱唔知影，上这个杜鲁门总统是迄阵罗斯福伊的病况无介好时阵，就已经吼、哦、叫杜鲁门副总统要来接任吼、哦、这个总统的职务，但是因历任。诶，总统，吼、哦，你甲看，拢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吼、哦，民主党跟共和党，台湾民政府以后嘛是开放这两个党，民主党甲共和党，吼、哦，大家同心来选择，吼、哦，但是这个民主党伊个代表意义甲共和党，共和党伊是较有钱。较少啦，啊，民主党伊是较无钱，人较侪，吼、哦，吼、哦，这是这两个党，吼、哦，啊，这咱来来看，吼、哦，这个詹森，吼、哦，这嘛是民主党，吼、哦，尼克森，吼、哦，伊就是共和党，吼、哦，福特，吼、哦，卡特这东西，吼、哦，雷根，伊就是家族。比较怕有钱，哦，啊，所以讲，伊是站在共和党，吼，哦，啊，甲布希，哦，这种是，哦，克林顿，哦，这是民主党，哦，啊，这个是小布希，哈，小布希，哦，他们都是共和党，啊，这个奥巴马，哦，这是民主党，哦。来，按咱即摆咱过来甲看，看一张吼，就是1945年4月1日，吼、哦，就是昭和天皇，吼、哦、下诏书，伫台湾甲澎湖，吼、哦、实施免治宪法，吼、哦，这张是很有效的哈、哦，这是天皇的，吼、哦，而且御史等于因啊哈。啊，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哦，咱属于太平洋的舰夫。哦，太平洋，哦，叫啥？台湾高沙义勇军。啊，为什么它也叫做义勇军？
就是讲，咱伫1945年4月7日的进程，拢还阁是殖民地，哈、哦，殖民地，拢都叫做义勇军。但是伫1945年以后，实施民地宪法了以后，哦，咱就是正式的皇军。皇军，伊伫迄阵就是正式来征兵，伫台湾甲澎湖征兵，哦，阮三姑都是皇军，吼、哦，皇军，哦，啊，所以讲伫咱个战争，吼、哦，王星拢藏伫靖国神社，啊，这靖国神社有咱台湾个这英灵，吼、哦，39,100个，吼、哦，恁若是。高级班可能进报名，差不多咱这边要搁去哩，伫这个要甲天龙接收吼。这个明年天龙是12月23号，这是伊生日。啊，咱每一年咱拢会去啊来接收，但是要去到伊皇居啊，不简单。你若想讲迄间个人爱偌济人，吼、哦，皇居就是伫遮，吼、哦。整个台湾的地位，就是这两张图，安尼刚看了，这个不是伫代表这两只鹅啊，吼、哦，这个第一重桥跟第二重桥，我迄桥实在有够水的，真正比这图片阁看阁较水。第一重桥伊伊迄有一个门，大个门，我门一边爱无人会上。迄门足高个，吼、哦，双边门啊，入去，入去到第二重桥时阵，有一个小山坡，安尼入去，搭第二个门，小港嘛爱五个人杀，拍开，迄什么城门啊，拍开入去，搭到广场，哎、啊，广场足宽，吼、哦，足宽，啊，较等下，伫天龙，吼、哦，要甲咱纪念迄个场面，再等下我来弄一个图片，吼、哦，啊，来解说。这个咱刚知啊，唔知吼、哦，这个是麦克阿瑟本尊，吼、哦，啊，这是叫做天皇，吼、哦，就是因为这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天皇本身家己打起来，伫这边的战争，伊就是讲发动战争，吼、哦，就是由我天皇发动的。所以讲，我把所有责任拢担起来。但是麦克阿瑟伊毋是遐无名，伊天龙是一个足仁慈的吼，历代125代到即阵，即拢有皇室的记录吼。啊，所以讲伊派人去调查，就是咱拄仔所看到迄图片，东条英机所发动，所以讲天龙要受到处分。东条英机他受到绞刑，哦，绞刑不是枪杀哦，咱知影绞刑啦吼，就是该吊起来，该吊起来，所以讲伊是枪杀吼。哦，啊，这算是这个1951年，哦，这9月2号，哎，1945年9月2号，哦，这是伫密苏里见，嘿，签这个。投降书，哦，投降书，啊，这个就是麦克阿瑟哈。啊，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哦、结束的时阵，美国用这个中港哈、哦，在这个支那是啥呢？中国人，哦，支那军啊。就是这个中国人，哦，啊，因买起来的时阵，咱有两支的关东军拢徛伫边啊，啊，伊中国人看到咱正规军吼、哦，就是咱迄个关东军唔敢落来，哦，啊，所以讲这是美国人既然讲吼，因拢徛伫啊唔敢落来，啊，伊呾用脚吼来踢，讲你们赶快下去，哦，啊，中国人呾落来。啊，落来，因拢是派啥物货？吼、哦，这毋是我画的，
哦，这是实况哈。伊拢穿草鞋，啊，穿这冬鼎哈，啊，背后穿烟枪，哦，哦，拢穿草鞋，哦，啊，咱有这种人惯，所以讲咱的教育一塌糊涂，哦，像咱秘书长讲的。咱迄阵伫日本时代，咱个水泉啊，泉内着有水对不对？结果因来看咱个泉内有水，哦，啊，因当我那去五金行买迄水龙头、水龙头，啊来挖一个坑，啊甲倒伊，啊结果来全无水，全无水，当走因个迄个五金行迄个头家讲，你来卖这歹物件互阮。那为了赚来多水，我这你赚来太无水，你看，这个头壳啊来来管咱遮，是不是？你爱有地下水，哦，还是经过水塔落来，来转啊到个水管，有迄个水管的管道嘛，水管道可以水到水嘛，哦。甚至我嘛捌听过讲，唔捌读册，唔捌字的。啊！去做国校的校长，吼、哦，咱有听到，阮一个高中就是啊。啊，迄啊，讲啥，大家听无？包括咱秘书长读建中的时阵，上英语课伊讲嗨啊。伊迄个老师呾用一篇的英文，迄篇的英文伊是背起来，啊，呾捌遐个尔。啊，结果上上诶了，必须要问囝诶同学讲，啊，你听有无？我听无。啊，安尼人嘛是咧教紧张，哦，啊，好在咱必须头壳足巧，真正伊是足巧诶人，吼、哦。来，啊，恁即几工吼、哦，应该是拢有上过咱讲师吼、哦、所讲诶课，啊，应该嘛爱知影即工讲是讲何者。但是唔是啦吼，即间是因你若如果是一个国家来讲，你唔免阁挂这个国旗，这个是对的，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国旗，啊、哦，新条式的国旗，这是美国国旗。啊，即间要叫做啥物日？是交战国。所有参加这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国家，按来只分配战领，哦，即间叫做占领日啦，哦，就是所有国家，哦，有参加战争，哦，啊，你要分配对战领，像蒋介石，哦，就是麦克斯给分配伫台湾，啊，伊嘛伫越南，哦，啊，落尾越南，伊时间较短，伊就撤退，哦，啊，就撤退伫台湾遮。啊，这拢是一个过程，拢是一个过程，吼、哦。来，啊，今日这张吼、哦、是足重要，咱今日会当坐伫遮，包括我会当徛伫遮，吼、哦，来甲大家，吼、哦，三角面的，啊，互相来研究这法律，拢是为着这张。这张就是1946年1月12日，吼、哦。经过用这张行政命令，将台湾人一夜之间变作中华民国政，哦，就是这张，哦，截参自第012/97号续令，哦，曾经秘书长，哈、哦，又叫每一个公司，哦，拢出50条的这个题目，哦，要有本秀来考试，这张我都有出，我家己出的选择题。啊！你若无读，你一定读袂。你爱用油，但是4:1，你4条爱选一条，你敢无读敢选会着？哦，这题目我嘛用012/013，吼、哦，啊7997，我安尼倒变尔。你甲看4字拢相共，哦，程序就是甲你颠倒尔。所以讲，你一定爱读，因一张是非常重要。那你若要甲人讲，要甲人分享，哦，你有来上课要甲人分享的时阵，你爱怎样讲？你爱知影到底咱是
提什么货？咱这是什么人？是从什么时间？哦，从改变这个国籍，咱来知影咱会用过。哦，就是这边哈，从咱伫一夜之间，甲咱变作中华民国籍。哦，啊，这是1947年2月，哦，二八，这是大屠杀。你若伫影片内底，哦，因为足济啦，即你若谷歌相共拢找会到，吼，拢找会到。啊，即伊免甲你讲，你有犯啥物罪，只要呐有人讲你是知识分子，伊就甲你掠去，吼，掠去，啊，足紧就甲你清查。吼，啊，即是因为日本天皇伫咱遮。在台湾这建设，伊浪费足侪金钱，嘛浪费足侪人力、精神来栽培台湾这的哦精英。啊，但是伫倒拢伫这边二二八事件了，台死有够侪，这拢是未来伊伫台湾要做一个建设、做一个教育，这拢拢要台死。哦，所以讲实在讲。非常的可惜，啊，非常的可惡。共產黨並無台灣人，是誰人台灣人？國民黨，對，所以說我們跟共產黨是無緣仇，哦，是因為國民黨在來這裡，開始就是這個228，哦，在1949年，哦，1947，哦，2月28，哈，228事件，哈，大屠杀，刷嘞，搁是个白色的，这个，哈，恐怖，白色恐怖，伫这个白色的恐怖当中，是全球内底全球上盖长的，这个概念，38年过，56天，哦，就是1949年5月19日。甲1987年7月15日，哦，拄啊好38年过56天，这是相当的。要过来，伫1949年6月15日，哦，用4万元换一块。我伫高雄，哦，做副地书的时阵，啊，一个欧里桑，一座红山，啊，伊较早，伊讲这个过程。伊讲吼，伊捐2部地的钱，啊4万换1块，那1000万，4万换1块偌济？哈？25块，一日那是250块。哦，你甲换算，你甲想讲，哎，捐偌济钱？捐2部地的钱，那伊换一个煮饭的鼎，啊，甲炒菜。两个鼎安尼尔，伫迄阵当中，你也看台湾人偌济人自杀，有钱无，有钱无通换物件，伊就整个将台湾一寡物资拢甲你搜刮一空，哦，用这钱甲你换，哦，4万换1块，迄个一块的吼，是纸张啊，啊，我遐有第二批，第比较较快。啊，迄是迄个一箍较矮，吼、哦，啊，我要揢着拢揢到袂记哩，吼、哦，是4万换1箍，啊嘛有五角，吼、哦，吼、哦，啊，这是日本的这个零式战斗机啦，吼、哦，咱来讲零式战斗机，啊，伊是足轻的，啊，飞了足紧，啊，这个就是伫日本的靖国神社游旧馆内底。伊有一个纪念，游旧馆就是博物馆，日本的博物馆，包括哦天皇，诶，明治天皇、大正天皇、甲昭和天皇，伊的这个配备吼、衫裤拢放伫遐，哦，啊，搁这个，哦，迄个乃木吼、哦，乃木西点，哦，乃木，啊，搁伊两个后生吼，遐、哦、是一个足好的一个纪念馆。啊！伊这个零式战斗机，就是伊机啊，吼、哦，伊拢用迄个叉子，
哦，啊，所以讲较轻爱用底足济，哦，啊，你背足紧，哦。啊，这临时战斗机是当时做的，哈、哦，诶，由来啦，哈、哦，就是因为伊纪念黄治2600年，就是昭和15年，哦，所以讲2600迄个字，改命名叫做临时战斗机，哈、哦，临时战斗机。哦，啊，这是阮伫这个2014年，哈、哦，就是12月20日，过的时阵，啊，迄天拄好落雨，啊，咱过，咱哦，会先去伫甲这个台阶，哦，啊，甲昭和天皇伊迄个陵寝，伊也来祭拜，哈、哦，啊，因为这拢落雨啦，所以讲，咱也是足辛苦的，啊，落雨淋偌紧。你若去到迄个女生，吼、哦，因拢都是暖气，吼、哦，所以讲足紧就会打，吼、哦，啊，这嘛是，咱这个是靖国神社的前边，吼、哦，啊，伊这拢是原木，拢是咱阿里山的希诺器，这拢原木哦，你这伊咱伫影片吼，安、哦、尼看，甲看安足细块，但是你伫遐吼，爱两三个人，吼、哦，围咧。安尼讲，即逐渐网络吼，你若话伊即个拢无包啥物货，即拢是咱阿里山的鱼咯，啊足香吼，啊咱是整个台湾民政府咱拢会伫即牌楼遮吼翕相吼，遮、哦、就是我拄仔咧讲的吼，咱的皇居吼、哦，对第一重桥啊，对门。拍开了第二重桥去，啊，就伫遮，遮就是广场，吼、哦，迄、那个足大个广场，会当容纳3-4万人。啊，咱去哦，拢坐伫头前，咱台湾民政府拢伫头前，吼、哦。即、這个咱甲看，吼、哦，遮新妇、皇、哦、皇后，上手也上悬，天皇个手也上悬，唯一。天皇的手会当抓住伊的头壳顶面，其他拢抓伫耳下，吼、哦，这就是因的礼节。天皇上大，袂当抓超过天皇的手，吼、哦，唔是讲你欢喜就抓较悬的，这唔是呢，不可以，吼、哦，这因一个礼节，吼、哦，吼、哦，啊，遮拄仔咱看这。这拢是防弹玻璃，吼、哦，这个是防弹玻璃。啊，咱离30公尺尔，足近的。我捌即摕即个影片吼，传来互阮呢一个女生，伊咧卖垃圾房，啊，伊62岁啊，伊有看到讲，日本2000几年来有第二支伊啊去伫皇宫，就是台湾民政。所以讲，伊就相信，无得咱就是日本天皇的信任。你哪有资格通入去？你唔讲伊咧入去，你才会经过偌济个关卡，吼、哦？应该咱江苏有讲过台湾民政府这个国旗的由来嘛？敢有？吼、哦？因为咱这个旗啊，马路旗就是这个，吼、哦。就是日本旗，就是这个马路旗，哦。但是外口有6个州，就代表咱台湾在日本时代有6个州，内面就是这个台湾。哦，啊，今有细底，迄就是平湖，但是伊有一粒青，迄就是美国正名。伊这支旗啊，美国入来伫台湾的时阵，头一支插就是这支。这支叫做占领旗，伊这支若是伫中国插的，规个整个的中国就是拢伊遮尔吼，所以讲这支旗也是足厉害。这支旗也是海军陆战队战争的时阵，头一遍登陆伊所爱插的旗啊，吼、哦，就是占领旗啊、哦。啊，这是靖国神社的前边，啊后边是伫这个。哦，唔是讲你要去庙后殿，就是对正殿安尼去，唔是，吼、哦。
啊，日本人，因所有的国民，一世人要进入到内殿，无可能，不可能。内殿有三个，有三个单位会当进入尔。第一，皇族，皇族就是天皇，伊在祭拜时伊会当进入。第二，就是国会的议员。第三，就是县市长在交接的时阵可以进去。过来就是咱。按阮头一年进入的时阵出来。民众是徛伫外口，甲咱行的。咱穿是拢是穿乌西装，这就是咱的制服，哦，包括咱的帽啊，哦，这个帕曲，哦，啊，这个帕曲，热啊，就是一字符，伫这个领口，这个虎口热啊，一字符，咱挂伫遮，看起来足整齐。唔是讲你要爱挂对，爱挂对，不是这样，哦，安尼起来看起来不搭。就是讲，咱伫这个户口落来，一字符落来，就是伫迄个所在，吼。啊，你若讲，伊当初设计时阵，但是有一个迄个庙口，就是讲一个伊个螺丝尔，啊，所以讲会摇。啊，你用一个红的线，还是乌的线，吼，对这羊仔布，甲伊添一个，啊，就吊。一个线，安尼甲伊吊一个，特别落去，吼。吼，啊，所以讲。每一日伫内边爱对遮，吼、哦，这个是伊个会议室，咱拢会伫遐开会。了后，你有看到这一青青树啊？吼、哦，这个是伊伫会议室内底一个门，吼、哦，这个门差不多吼伫迄个窗仔门遐，差不多到遮，吼、哦，然后到遮来看，啊，伊有两片关掉，啊，拍开。但是拍开真冷哦，因迄阵是足寒哦。我迄年去是第一年去是零度，外口在落雨。啊，伊落来房啊，带一个母子神，拢行迄天落去的房啊，哦，啊到遐。啊，伊的神家内底，所以讲我特别去拢流目屎，因阮三号在伫内底。啊，这是中战哈，七十年哈，啊，这是咱的委员长哈，好来，哇，这个好，哎，咱这节课来休息十分钟，哦，啊，咱后一节课，咱会讲这个话题哈，好来，好，谢谢。啊，你这摆说嘞，哦，咱就是讲，伊这个2009年12月15。哦，就是讲，这个习近平，哦，伊当这是要做总理的时阵，哦，啊，有一寡透过有关单位，哦，甲，要甲天皇见面，天皇要见面，不是讲我要来见就要来见的，无遐简单，你要透过有关单位来安排，哦，通常是拢头半年的时间，啊，即嘛，这个习近平。透过翻译，吼、哦，啊，甲天龙见面时，伊讲安怎？伊伫2009年迄阵，中国经济袂歹，吼、哦，伊甲天龙讲，是毋是？阮即摆中国经济有较好，你会当上台湾来面谈？这个当然讲24分钟，吼、哦，但是天龙伊嘛透过这个翻译，吼、哦。甲这个习近平讲，讲阮皇族啦吼，有史以来阮无咧卖，啊，吼，无咧卖物件就对啦，物件也是阮的，阮无咧卖，吼，啊，即嘛无咧卖，习近平伫遐谈论24分钟了，啊，那物件人都无咧卖，你坐当遐要去创啥？所以讲边仔讲个就差，吼，这是这个意思，吼。好来，啊，咱即摆咱即个吼来讲即个法律的即个台湾甲政治的台湾，啥物叫做政治？啥物叫做法律？吼、哦，政治又分做两种，吼、哦，第一，伊是一个名词；第二，伊是一个形容词。你像咱今仔读过即个法律了后，
哦，受过这个法律的洗礼，哦，啊，等于咱嘛真有自信，哦，咱要甲咱亲戚朋友，哦，要甲伊分享，哦，这个内容，哦，咱今日来伫台下面怎么上课，哦，我知影啥物话啥物话，啊，等于要甲伊讲的时阵，咱的亲戚朋友话人讲，伊若有认同，嗯，你讲安尼有理，若无认同的时阵，伊会甲伊讲，无可能。啊，无就该硬讲，嗯，啊，即上者拢相共，吼、哦，即种，即就是咱所讲的资源回收的，即种意思，要咱解释就是讲，假霸单系，即种人，吼、哦，叫做资源回收的。咱注定唔是讲你一定爱去插政治，去参与政治，但是你爱捌政治。啊，你若唔捌政治，你即马换予政治来甲你插的时阵，歹势就是像即马，后事，安尼，我叫你纳税金，你就是爱纳税金；我叫你做兵，你就是爱做兵，就是变成安尼。哦，所以讲咱爱去捌政治，咱唔免得去插政治。台湾民众以后每一个政务官。你拢爱知影，咱来做一个有政治良心的这个政治家。进目前欧西内底，你讲找一个有良心的，无可能。大家拢为着啥？为着利益。吼、哦，有两项啊，免讲讲咱就会，这是伫中国人的教育。所产生的，哦，地书咱即嘛本土人嘛是像安尼学安尼做，一项嫉妒，第二项贪，这每人家都会晓，哦，啊，这是咱台湾民政府内底，咱一定爱改变，搁再改变，教育搁再教育，你本身，我咧甲你讲，你咧甲人讲。本身要以身作则，吼、哦，你爱家己做好，你才有办法通来个教育别人，吼、哦。啊，所以讲，我过日本，我过这三转，我拢抱着考察的心态、心理上，咱来看讲，人日本的教育，因的人民的素养是偌高，人的国土的建设，你若像讲咱遮，足简单，道路就好了，唔免讲到遐济，道路。人家空点啊，敢是空30公分。我拜了要来的时阵，拜五暝，阮头前迄座路，拄啊，伊选举要到啊吼，啊足久啊，我毋知影来偌久，无空点啊，敢，迄拢憋气啊，啊结果哭起来安尼尔，吼、哦，啊你也想讲，人日本是过了十年，毋免阁乌路，安尼点啊敢？空，空有够高诶！人诶路安尼行着，平平坦坦。司机开车，人足小心，嘛袂超速。这就是教育，啊，咱遮毋是。阮头一年去吼，啊，有哪有落雨，啊，司机吼就伫遐卡大板，要落来，有人车，有人巴士要落来，啊，出一个波啊。哦，惊咱不得，哦，啊，拢徛伫边啊，哦，那暗时的，哦，我们话，我们是足好嘞，啊，那咱只游览车，那去到观光地区，第一个做啥？无六个来帮人补嘞，啊，迄个香点嘞，就伫遐补啊，啊，喷到规头壳，哦，相信大家有佚佗，你就知影，是毋是拢这个情形？这就是教育，人遐在教，你也看，你伫饭店还是游乐地区，你要看到分叉啊、一个保特瓶、含地头发，足少，几乎看不到，哦，哎，啊，这个吼、哦，我简单，较等下咱来看一个影片啦，吼、哦，是因咱这边这个游行的影片吼、哦，
这个各用关系合并的诶，这个经营，就是讲五都的选举吼，五都五都咱拢知吼，啊各用关系咱合并嘛吼，台南甲台南市，吼台中，吼台中关系，吼拢会当合并，啊你台北县甲台北市，嘛会当合并嘛，敢是？会使袂？袂使，吼。台北县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新北市？这就是恁今日要来来这个目的，上初级班上届爱去了解两点，吼、哦。这样命袂当移转主权，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这个就是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台湾的首都伫个台北市。哦，伊是流亡来伫台北市，所以讲，伊袂当台北县甲台北市合并。如果若合并，就叫做就地合法，遮就拢总会当合并。哦，啊，所以是伊爱按照这个国际法来，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的原因就是伫遮，并不是讲台北县哦，伊是人口数向济，那是废话。迄毋是安尼个讲法，就是伊袂当就地合法个原因。安尼拢毋知，敢富咯，乌龙西岛，哇！迄个台北县哦，人口数安尼伤过济，哇！安尼就设个新北市，错了，哦，就是安尼。哦，啊，这个安倍哈、哦，这是台湾是日本个重要伙伴哈、哦，这咱看过就好。哦，安尼像阿辉伯啊，台湾，哦，有对日抗战吗？哦，这是伫2021年8月24日，哦 ，A6 版，哦，阿辉伯话讲，看到乌面啦，哦，看到鬼，你若70岁以上，就知影这个历史，咱到底是啥物人？伊是受日本教育的人呢，后壁才有人伊足清楚，但是伫迄个当下，伊未使讲，吼、哦。啊，咱必须定伫两年前，咱嘛有甲伊讲，你要把真相说出来，吼、哦。所以讲伊伫日本有讲，吼、哦，这个真相，吼、哦。那个曹顺，你给他放那个东森的报道。那个，咱来看这东森，伊报的对待民间与这边游行，啊，高素质的游行活动，借由理性游行向人民宣告，马协会之后，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立台湾的国际定位。手拿着盾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就在街头上演威武的这包骚。这是一场号召万人游行出发前的震撼表演，吸引好多路人好奇围观。是，这是一场无声的游行，还派出纠察人员维持秩序，参加民众全程喊口号，不鸣笛，不抗争，只用旗帜诉说主张。一般的游行的诉求是由人民对政府所诉求，但台湾民政府的游行呢，是对台湾民政府对台湾人民的一个宣告。这场游行队伍从光复南路出发，经过忠孝东路，再转向林森南路，接着往青岛公路，走到中山南路，最后在终点自由广场集合。通过大规模的上街游行，主要诉求要让台湾国际地位被世界看见。所有的本土台湾人在知道八里之后，全部都站出来，全台各地每个州万人以上在这边集合。集会游行是民主主义国家一项重要权利，用合理理性的方式，希望也能让想要表达的诉求得到共鸣。东森新闻刘文顺、刘佩涵在台北报道。你有看这个头啊？记者在报，这是一个歌手节，哦。要讲像这个英雄，因为我伫民进党26年，我知影街头运动，包括我这头发尖、天杂尖，这嘛是。较早是民进党在英雄，是一片散沙，无组织啦。敢讲像咱这？这个
有组织咱个对岸，啊，咱嘛都讲个，啊，迄阵拢遐发，哦，发要冲就来冲，啊，你搁甲收，为虾米？咱伫游行即个当中对岸，无迄个当局用水车伫喷，太阳花、民进党伫游街时阵，是毋是拢派水车出来？你甲看，咱个诉求。是伫全球上好的诉求，就是静静的游行。啊，因看啥？看迄个兵啊，咱遮的六个诉求，因就知影。迄天我徛伫头前，伊台南州就是伫即、這个咱的黑熊的后壁第一个。哦，啊，所以讲哦，我看了足感动的。囝仔人、少年仔，啊，甲两边。嘿，唔捌遐济人，因为咱这边的游行的路线，咱规划好势，哦，所以讲要游行，这个路线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你无商圈，无人的所在，上边甲你看，哦，啊，搁伫迄个青岛东路遐，哦，局顶三个月，亲身都会甲咱握手，讲非常辛苦，伊住起来我会惊，啊，住咱迄个。主办单位吼，台北州诶，即个副秘书吼，台寒暄吼，非常辛苦，三个月诶，脚顶诶，迄足大诶。伫阮进前吼，伫台北州伫游行吼，就是彩排诶时阵，脚顶收到即个命令，顶是上级的命令，直接下命令。这边的游行一定要配合台湾民政府，就是因这哦交管拢来配合。啊，所以讲，咱的旗啊，咱的旗啊，尤其是阮台湾州吼，我上摆见过就是三个头旗，七旗啊，三点钟拢就放落来。啊，偌济人在翕相，迄就是代表咱的公民。哦，廿三支旗啊，就是台湾民政府、日本旗、甲美国旗这三支旗啊。你若伫咧游街的当中哦，你的心内感觉沸腾、震撼。你若像讲到立法院，立法院的旗啊，迄几百个警察拢出来伫外口，也讲嘛不能在枪里头的，咱哪有样无？哦，啊，所以讲话。TBS 东升台视中天，吼、哦，为人无去翕到，伊讲咱是干要游行尔，吼、哦，啊伊甚至政报出来嘛拢无翕到，可能讲咱会伫自由广场遐过来跳一届，结果无，吼、哦，因线拢拉好啊，结果我们解散了，吼、哦，啊所以讲咱要阁行一届，要行一届，是咱每一个州。一百个，选一百个，吼，啊，到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咱拢叫吼，安尼嚼好嚼嚼，拢总穿西装、礼服啊，迄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正规军，吼、哦，咱是有组织，咱要来行一届，搁互人看，吼、哦，但是伫这个十二月，吼、哦，日期还没有定，吼、哦，但是我们确定。一定要去行一届，哦，留下历史的经验，互因知影讲，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乃将有高规格、高水准的执政的团队，这是因为因三因决定讲，我从做警察到即阵，我嘛也捌看过讲有一个组织安尼，决定家己亲身讲，哦，啊，所以讲。咱绝对一定有信心，吼、哦！吼、哦，阿妈伫遮吼，简单啦吼，伊拢拢讲法理，话有时啊，咱会听了安尼，感觉较无聊，吼、哦！阿妈简单介绍吼，咱的养生之道吼，会当改变咱一生吼，哦、这个健康。我请咱在座是不是拢？饭后吃水果，对吼、哦，哎，咱若输人家，
其实唔对，爱放盐食水果。哦，你像我早透早起来，哦，我就拢伫厝包炸一只苹果来，哦，啊，因为我较爱食苹果，哦，所以讲我用苹果，哦。你起来的时阵，你甲，哦，咱家也好，伫厝也好，温开水，哦，头300cc，啊，若是较最大包，你用500cc 嘛可以啊，哦，啉落。就是先把胃叫醒，了后你食水果，食苹果、食芭乐、食金蕉、食奇果拢好，水果拢好。啊，因为啥要食呢？水果内底有含抗氧化，吼、哦，抗氧，就是讲将咱体内的毒素，吼、哦，会甲伊排出去，吼、哦，这是足好的养生之道。啊，你若拢继续像安尼食，吼、哦，啊，你透早这个动作做完了后，一点钟过。你若食你喜爱的早餐，早顿、中昼顿食较好，食鱼、食肉拢外加。但是你暗顿，咱无咧运动，食较素的，毋是讲完全拢食素啦。较早食，啊食到六分饱、七分饱就好，青菜加食寡。因为暗时咱无啥运动，是会当互咱的胃得到。休息的这个空间，你若讲咱规24小时，安尼拢无休困，卖讲啥个，咱上两天的课，咱就感觉足忝吼，想要来休困一下。更何况咱的规24小时，安尼长时间拢无休困，安尼袂使。哦，啊，尤其是夜市、暗时，卖去食宵夜。哦，安尼你当知影？听这个意思，你若暗时食宵夜，所谓的宵夜，吼、哦，宵夜就是讲哦，互你到12点就好啊，吼、哦。咱腹肚枵嘛，食宵夜，但是你食，哦 ，barbecue 啦，还是食啥物鳝鱼面啥物，一定要食着饱。啊，你饱，咱胃敢会当第时间消化？袂。所以讲，即使你透早起来的时阵，伊胃还搁在消化，拢总无休困。到有一天，胃癌绝对来找你。哦，这就是简单，因为我不是专家。哦，但是安尼的运作之下，嘛是会当减肥。饭前食水果，唔好饭后食水果。你饭后食水果，水果是顶顶管，也发酵，容易发酵。你若食水果，食饭饱食水果了，你会足想爱困。就是这个原因，吼、哦，吼、哦，这简单啦，吼、哦，咱看一下就好，吼、哦。全球70亿，吼、哦，啊，台湾有2300万人，吼、哦，居然有3项拢第一名，是啥物货？癌症第一名，吼、哦，啊，洗身糖尿病，吼、哦，这都是拢咱食食食，食了无好，就是讲这个急症症。伊家即个食安无去家控制，哦，咱食塑化剂啦，食迄个地沟油啦，哦，咱拢是安尼，或者无良心的，哦，或者诶政治家，哦，即拢甲政治有关的，哦，啊，所以讲咱即卖咱就是今仔来上课了，咱爱知影讲，哦，啥物叫做政治。咱来做浅测，吼、哦，啊，这是旧金山吼、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哦，签约日啊，生效日，吼、哦，是4月28晚上的11点30，吼、哦，生效。即嘛，这个足重要，吼、哦，啊，恁嘛爱家记起来，啊，恁如果无记起来，我见恁老学生的。你会当扩登去，吼、哦、啊，还是讲登去了后，吼、哦，伫咱个官网啊，吼、哦，咱会当阁放出来看，嘛会使吼。主权，吼、哦，在我要讲个进程，我先讲，即、這个简单啊，吼、哦，过去台独联盟也好，吼、哦，咱遮要主张台独个也好，
为什么拢要台湾讲吼，咱就爱独立？啊，为什么才袂当独立？讲着爱台湾人吼，做一个领导人，吼，当然错了。你若想阿辉伯啊，做13年，煞咧淡水扁，吼阿扁啊，做8年，拢总连线，即21年当中。跟我同样独立吗？如果哪会当独立，足早就独立。啊，为什么咱袂使？就是出伫遮，吼、哦。这个伫新台湾内底吼，190页内底有，但是我把伊整理出来，这是足济吼，啊，但是内容无啥相同，我把伊整理，做甲恁做一个解说，吼、哦。主权。在顶面吼，权力吼，甲名利甲主张，包括这个义务吼，这个义务就是领导主权的义务吼。来，咱去讲一个吼，说明一下，主权就是等于主导权。第一就是完全的主权，就是等于地上物的主导权，甲土地的主导权吼。啊，嘛会当讲是权力的主权甲。领土的主权，第三就是主权权利加主权义务，这就爱是领土的性质正有吼。Right 加 title 加 claim 加 obligation 吼，这个 obligation 这是一个义务义务吼，天皇有这领土主权的义务。来，即咱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的 B， 旧金山和平条约总共有27条，哦，每一条拢总是严严严写啊足清楚，台湾无交予中华民国，包括中国，所以讲，恁若伫个甲亲戚朋友伫分享的时阵，恁会去讲着讲，啊，中国伊敢要？要办无？你会当来做一个解释，即甲中国完全拢总无关系。伊今日你若讲有关系，伊咱即摆三军嘛无三军的即、這个迄统帅嘛吼，对不对？拢一直裁军嘛，一直裁军。啊，即、這个你若要来统治，就上解简单个吼，一条鸡排就好啊。但是为什么咱唔敢？就是假的问题。哦，第二条啊，这个好。第二条又讲 B 哈，鸦片为咱是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啊，福尔摩沙的包括哈，朋友，日本政府已放弃台湾的权力名义甲主张，这个 claim 这个哈、哦，这就是宣誓权、宣誓权。为什么咱爱放弃三项？来，咱搁即等下，咱搁做单解说。哦，咱搁来看。哦，比较意大利，哦，意大利，哦，伊个条约嘛足长吼，第23条。哦，意大利为咱的是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哦，啊，这拢是领土的问题。吼、哦，伊为什么爱放弃这两项？哦，啊咱。咱来放弃三项，啊，敢有四项？因为意大利伊无索马利亚的领土主权，所以讲伊也放弃全部。啊，咱日本天皇伊有台湾一块领土的主权，哦，就是1945年4月7日已经合并，伫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领土你就割袂出去。所以讲，咱来放弃这个权利，这个权利的宣誓权，哦，咱来做一个解释。比如讲，政府有权利，对不对？哦，比如讲，那伫阳明山好山好水，哦，我叫你讲，哦，哎，伫这个领馆处开垦一个公园，是不是政府有权利？哦，比如讲，恒春垦丁嘛，相共，哦。
这就是权利。咱就是爱放弃这个宣誓权。这个宣誓权，并不是讲领土主权哦，不是领土主权。这个就是叫做日本政府的管辖治理权。安尼拢搞不清楚，结果是讲啊，拢放弃啊，主权管理啊，就是全部拢放弃，包括领土拢放弃啊。所以讲要独立，无可能。啊，咱今仔伫遮，这个所在我会搁浪费一个吼，唔是讲浪费，就是讲搁加一撮时间，甲大家说明，解释得清楚。这个可能，咱如果放弃这个管辖权了后，咱日本政府吼，并不是放弃台湾的这个领土的主权，伊可能袂当讲话。麦克斯来讲，你点点，你袂当管啊、哦，这个政府的这个工作，你就是讲，把伊这个啊权利给调开，实权给调开，你袂当讲话，啊由这个人民所组成的这个政府哦来管理，啊所以讲这个首相伊是放弃这个政府的管辖治理权，这个领土的主权还搁伫天皇哦来手里。哦、所以讲美国伊有占领权，吼、哦，咱这个拜五来上课的时阵，咱唱歌，吼、哦，三条国歌完了，咱有咱的主张甲立场，对不对？吼、哦，就是讲美国总统伊有这个责任，吼、哦，按照咱国公法，吼、哦，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伫遮来，包括四月七，吼、哦，这个飞行机、战斗机。你要休队，就是要休队；要对降落，就是要降落。所以讲，它是有占领权，迄、那个占领权是美国说了算。哦，啊，天皇只有台湾这边的领土的主权，伊要放弃，是放弃迄个管辖治理权。安尼恁听有无？哦，是管辖权俩。所以讲，你要主张独立是无可能的代志。你爱问看。天皇有答应无？问看美国总统有答应无？啊，即地咱台湾甲澎湖，即、這个占领权，就是由罗斯福哦，啊甲历任的总统，咱拄仔看到遐总统的相片，就是历任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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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到奥巴马，哦，就是安尼关系，吼、哦。来，啊，我即摆阁甲恁做一个较详细的解说，吼、哦。台湾民政府甲美国军事政府的关系，咱拜五入来，伫天日大门，恁入来，恁的正手边，迄、那个台语叫啥声？台湾政府对不对？但是恁入来大门。吼、哦，要到办公室遐，要交钱，迄、那个大门入来，遐写台湾民政府，对不对？伊迄个匾额遐写着台湾民政府嘛。啊，有个人讲，啊，这你遐写台湾政府，啊，入来阁写台湾民政府，啊，到底是台湾民政府还是台湾政府，搞不清楚。吼、哦，啊，我伫遮甲你做一个足详细。足正确的解释，吼，安尼来听好吼。美国军事政府的架构下，台湾民政府正式台湾民政府整个全名就是台湾群岛还是列岛美国民事政府，爱讲等，安尼五亿人的记得清楚啊，不想等，哦，所以讲我们简单。改做台湾民政府，啊，这个民事甲军事有啥物差别？军事政府伊的责任就是保护这个岛属，咱台湾岛属的人民、财产、生命
包括国防，哦，这就是军事政府伊爱做的。啊，民事政府，民政府要创啥？因为咱伫这样的时阵，咱爱伫当地，咱爱家己成立一个民政府。啊，这个这样者，哦，就是美国伊爱来甲咱成立，哦，叫做民事政府。民政府就是管理咱的内部的内政，哦，包括咱的立法、司法，这個。但是美国伊袂当甲咱干涉，这样者袂当甲咱干涉。如果咱进像进这个军政时期，哦，咱有三个时期嘛，哈、哦，军政，啊，过来叙政，对不对？过来宪政，这三个时期。啊，咱即个从啥？咱即有在训练无？即马就是军事政府的时期，咱即马开始训政，咱开始训练。哦，包括咱台湾有六个州，哦，五十个军，哦，啊，咱嘛中央嘛参政议员第二届啊已经拢编制，哦，拢做 OK 啊，哦，即马嘛开始开会，啊，即、这个宪政。咱伫第一届诶当中，咱已经有制定咱诶基本法，台湾基本法。恁伫高级班诶时阵，伊会分一张哦，《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个法案是上过美国三届，四届头一届诶草稿是未使，恁这对着标诶未使，搁拍落去。第二届搁三届，修改搁三届了后，搁某部分未使，哦，搁三届，第三届过，但通过。通过了，咱当发出来，当国会，咱就是照安审过了，逐条审过，哦，包括台湾民政府执行了，咱来发两条，这已经拢审过了。第一个，公务人员贪污，查到事实，三天了就清查，其他犯罪就是变成两条法律。你若想讲做贼也好啦，偷摕物件，这个歹习惯，哦，啊你变形，讲一个，甲讲三个拢相同。你讲一个，可能在听一句话话，啊你唔当讲，袂当讲哦，要倒来吹冷气呢，你拢无法度人倒，你得爱拍，啊咪袂当坐，就是拢拍伫遐呢，啊人无感觉，哦，嘛咪甲你关着，哦你若嫌热。就去用电风扇、冷气互你吹，食了一摆，就去想办法来煮较好互你食，拢毋免倒去食家己。哦，啊，较早讲倒去家顾牛屎，即嘛无牛屎当啊顾，哦，倒去恁厝内个照顾。安尼，咱个犯罪率慢慢就降，就像新加坡安尼，哦，对，哦，啊，即嘛，即个军事政府，哦，甲即个民事政府。咱的民事政府，咱所有咱的法律，包括咱的人民，哦，咱拢都按部就班，已经都正常哦上轨道，就是讲咱的运作拢都甲国际化，拢都正常啊。军事政府有两个单位，伊也宣布要撤退的时阵有两个单位，第一就是美国总统，第二就是国会通过，由这两个单位任何一个单位宣布讲好。在台湾这个所在，哦，美国这个军事政府撤退，那撤退了后，这个民事务，伊就提掉，啊，那提掉了后，咱的新闻节目四期是写什么的？哎，啊，恁新疆新闻节目，恁怎弄？恁无看啊？台湾政府，哦，迄个民提掉。就是变作台湾政府，所以讲恁二百，恁遐写台湾政府，甲民政府这个由来就是安尼。咱遮内政若拢处理好，拢总 OK， 啊嘛拢总人民的这个民主意志，大家拢有迄个共识了，哦，伊这个面会提掉啦，啊提掉就变作这四字台湾政府，所以讲咱的新闻就直接就用台湾政府。唔免阁做一届，哦，安头了解无？哦，来，这个是咱简单吼，因为时间无介济。
咱简单讲到一个国际战争法啊、哦，就是将领袂当移转主权啊，这是美国啊、哦、陆军教战守则哈、哦、第六章第一条第三诶、第一节第358条啊、哦，所以延伸出来，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是美国啊、哦、和平公约的第47条。这拢有根据法院的，唔是讲咱乌白讲的。哦，咱拄啊必须顶嘛讲啊，啥物叫做战争法？当然，这个美国哦第五条，这个美国的教战陆军教战守则，那就3000几条的判例啊。哦，这伫咱的新台湾论内底吼，应该拢找到吼。后来，将领袂当移转主权。如果乃当移转主权，即个国家拢叫做美国。哦，啊，这是对1830年到1840年，哦，以后就是讲拿破仑伫迄个时代，伊占着占地为王，占着都拢伊个。但是安尼对迄个年代过来了，都袂使，哦，都有迄个万国公法规定，哦，将领袂当移转主权。啊，那如果会当移转主权，那移进美国的军力，你啊看是对一个国家真个名义，哦，对无？哦，所以讲也是要按照这个法理啦，哈、哦，法理。来，咱即摆过来讲一个流亡政府，哦，伊个定义是啥物事？这个定义就是讲对伊家己个领土，哦，流亡到他国个领土。但是伊袂当伫伊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哦，举一个例，哦，法国当阵时被德国哦战败时阵，伊流亡伫伦敦，哦，英国首都叫做伦敦嘛，吼、哦，叫做 French London， 吼、哦，彼时嘛相同，吼、哦，流亡伫这个英国的伦敦，吼、哦，韩国一直1904年的时阵，哦，就是伊的这个总统，哦，被政变。啊，由这个伊个首相吼，就是将管辖治理权吼、哦、来交予这个日本天皇。啊，所以讲伊首相也一个握有这个领土的主权，这是无共的哦，这跟咱是无共的哦。所以讲韩国伊当独立，啊，为甚物当伊当独立？嘛，一寡台独哦，我咧讨论时阵，伊嘛讲，嘛韩国跟咱是拢相共。那是完全无共，伊首相他还有握有伊个领土的主权，哦，所以讲伊流亡伫中国的上海，哦，叫做普利亚上海，哦，啊，中国，哦，流亡伫台北市，哦，台湾是台北市，哈、哦，叫做 Chinese Government in Taipei， 哈、哦，韩国。是伫第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吼、哦、，A 伊就讲着，天皇爱将管辖治理权来献予韩国，所以讲韩国伊伫中国的上海直接倒来，即首相倒来，所以讲伊有握有即个领土的主权，伊就当宣布独立啦。哎，啊，这是咱伫2009年吼4月7日的这个判决吼，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有这五个吼的这个判决啦吼，咱简单看一下吼。哎，台湾民政府吼，就是伫2008年2月2号吼，咱成立吼台湾民事政府。这就是刚才秘书长所说的国际战争法、战争法的体系，就是这五点。第一，海牙第四公约就是1907年。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哈，日内瓦和平公约哈，这是跟战争法的部分有100几条的这个判例哈。第三。就是红十字会的总章程有关战争法的部分，哦，像咱这边
咱那个医疗组、有限医疗组是不是有一个肩章哦？背啊有一个十字红色的。这个国际红十字总会嘛，小讲战争哦，虽然咱不参与战争，但是咱有做过兵，咱嘛知影义务兵。义务兵伊是咧从啥货？哦，伫战争的当中，伊会当哦救助伤患，但是义务兵有一个特色，哦，就受这个国际红十字总会哦有这个规则。你义务兵吼，不管你是敌军还是盟军，你拢爱救。如果你若是刻意去甲伊拍义务兵，迄有指挥官知影，还是你个连长啦，还是干部知影，当场伊就甲伊枪杀。哦，这是红十字总会诶有关战争法的部分啦。哦，这是一个判例，哦，惯例，哦，是个惯例。哦，啊，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哦，有关战争法部分，这有百几条判例。啊，这个美国陆军总史哦，也占手册内底就有3600几条的判例哦，这个详细。安尼，这五项搭起来，咱咧讲的战争法，战争法就是这样，包含这样一块哈。来，咱即摆搁较详细哦，较了解。因为你伫初级班，要甲伊讲甲足深，可能恁无法度一时的会当吸收遐济，但是恁爱有基本的概念。哦，咱初级班要学就是学遮，你要有基本的概念。你有这概念了，你到高级班，你伫上的时候，你讲哦，这伫初级班，哦，这讲师有教过，哦，咱就知影，啊，咱就会当捌较济。咱若捌愈济，咱会当。对咱本土台湾人，只要唔捌的，咱来改做一个解说，吼、哦。蒙特维多公约内底有讲，国家有四个要素：第一，领土，吼、哦、，territory， 你要有完全的领土。啊，这个咱这敢有完全的领土？咱这个领土是啥呢？嗯，对啦，黑龙江。是日本天皇的，爱知影吼，因真个即个日本，吼、哦，即、這个是伊宪法有修改过，吼、哦，麦克斯来修改，即、這个是新日本，吼、哦。第一，高个爱有政府，啊，即、這个政府呢，咱即摆即个政府唔是咱个政府，吼、哦，是流氓政府，吼、哦。人民，吼、哦，即、這个 people， 即个人民，啊，咱是啥物啊？咱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吼、哦，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吼、哦。第四点就是讲，你一定要有制定宪法以及外交权。你若完全这四项，那拢总是有准备好、有符合这个规定。我甲你讲，你唔免去申请要去联合国，联合国主动。伊就甲你邀请，哦，甚至咱伫上尾届14届，哦，阿扁啊，迄阵，伊用一个啥物？用一个嘿，台湾人民共和国，敢用这个名来款来入联，啊，结果联合国的迄个秘书长，就是迄个韩国的迄个潘基文，啊？应该是潘基文吧，哈、哦，迄、那个秘书长，伊看嘛，哎，到这个，我人唔知还有这个名，哦，我甲看咧，就是 ROC 嘛，哦，中华民国，啊，你是一个流氓政府，这都已经拢规定到足好势，啊，你都怀查要来去做，所以讲，整个伊文无甲贴，就一条，甲退回，哦，是有。啊，等下伫桌仔顶个啦，讲就十几届啊，啊，甲你讲，你着讲袂听吼、哦，所以讲这爱有蒙特公约吼，伊、哦、整个上面叫做国家的这个要素，你爱有符合吼，你就可以进去吼、哦。
哦，啊，这个开罗宣言，吼、哦，甲这个波茨坦宣迄、那个公告，这拢是第一，啊，伊今日这个时间吼，讲、哦、了有较长，啊，所以讲咱要剩两分钟尔，啊，要讲吼、哦，可能爱过几啊分，吼、哦，后来讲诶，这都是简单，咱以一个咧公司甲公司咧签约，吼、哦，伊有一个说明会，吼、哦，甲这个意向书。了后，就是按照条约合约哦来实行。这个的意思就相同，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公告，你所讲的拢是拢有，但是最后以啥物为准？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为准。所以讲，所有开罗宣言也好，波茨坦公告也好，伊所讲的拢爱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以旧金山和平条约说了算，哦，这拢是按照美国，哦，诶，这个国会通过等同迄个宪法，所以讲，咱拄好看到迄个影片，哦，咱预言迄个影片，马习会了后，就是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定台湾国际地位，台湾的地位，哦，啊，非常感谢我今日讲到这，好，谢谢。请各位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讲师戴文。